这就是枣花酥，重汁糕点，就是咱的传统的点心。看你这个小包装，那传统的意思啊。这是达沃斯同款的点心，纯手工，都漂亮，好像一层一层的花瓣开开开，然后这叫熊心波。哇，这巧克力这么浓啊！你看这个眼神，多可爱，不同的表情啊，这六个啊。徐卫士，我的家乡天津，今儿我给大伙分享一个传统的糕点，他们家现在中西合璧啊，挺好，看看是哪家。这咱闺女看见来。哎，这挺可爱的啊，小熊的哈。对，来再来一会儿的。你要买什么呢？要这款，这是枣泥卷哈。这个枣泥卷，老师还可以试吃，我也想吃。我先拿一块，俩，给你一个大点。他们家糕点不是很甜。这儿是甜食，还挺漂亮。玉兰酥，9.9，买俩吧，行吧。这手工还做的挺好的。手工活儿，找到装俩就行了。装俩。对，买俩漂亮的。那第二个，哎。对，好漂亮。这是椰酥吗？对，这椰酥。我来个这个，我小孩吃那种面包类的那种，本来吃芝士。有这边是野浪的。这个哈。对，是这个。给我来两个吧，再给我来一个枣花酥。拿这个东西去那前面结账就行。对。多少钱一共？95.1。哎，好。后边的行。1234，好嘞，交给您。哎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哎呀，96。看你这个小包装，那传统的意思啊。是。啊，闺女，这喜欢吗？这眼神有点儿。还有你更喜欢的。这什么？这是达沃斯同款的点心，纯手工，都漂亮。乾坤圈，行，留着早饭吃。这个是闺女最爱吃的芝士一层，留着早饭。哎呦，椰酥，够酥。这椰酥真酥脆。以前啊。这个祥和啊，他就是哎，尝尝这祥和他们家以前是中式糕点，那绝对倍儿牛。现在他是吧，中西结合了，研发的够快的哈。哎，呵，好吃。哇哦，他怕撕了，还有一个小的塑料兜，独立小包装的，独立小包装，我剪了。这个工程够浩大的啊，每一个都包上，每一个都包上，你等等啊。对，哎呦，丢渣儿，看这块给我吧。这就是枣花酥，重视糕点，就是咱的传统的点心。来一块，往我来一小块尝尝。行，嚯，这馅够足的。枣泥的，好吃吗？哎呀，看半天，终于吃到这时候了，是不舍得吃的。人家手工做的，好看。对，你看那个电视上，你看那个达沃斯那师傅，纯手工。你看那，好像一层一层的花瓣开开开，然后你咬一口，哎呦，真酥哈。那个给你妈留着，行吗？我真酥啊。这机器可出不来，手工的。哎呦，你不吃小熊了？吃啊！你看这个眼神。哇，这巧克力这么浓啊！这我妈肯定爱吃。哎呀，你看这小熊多多可爱，不同的表情啊，这六个啊。哎呀，有斜眼的，有高兴的，有要睡觉的，有要搞怪的脸儿。刚才看那小姐在那儿一个一个的点，看见吗？制作，这叫熊心波，你要哪一个？我要这个。巧克力味倍儿浓。辉哥，我决定了，这还留给孩子吃吗？你这一口下去，一个小熊没了哈。好吃，这个不愧是咱天津枣水的品牌啊，味道还真不错。再见。拜拜。